会。哪一种感情的吗？感情不会啊，我不可能晕船啊。你看我跟零九这么的稳定，怎么可能晕船？不要再提了，你那天算了。我们谁也别后退，深渊之中别下坠，是与非的战争就算会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皮蛋豆腐，我是皮蛋，我是豆腐。那我想要访问你一下哦，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不太好，你背叛了五间青跟青青之歌，我们组了第三个团体，你觉得这样 OK 吗？那你觉得你背叛九泽 CP 还有五间青？我有先跟零九说啊、OK、反正我现在有两个，你有三个，对，没关系啊，反正都这么多了，再多一个也没有关系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想一起合作吗？怎么哦？我们这个合作讲很久，很久很久，很久很久哎，其实已经差不多是。那个天黑才刚出来的时候，对，就想要合作啊。其实我们一开始真的有试着写一首歌，但我忘记后来为什么没有发，因为我们始终那首歌太无聊了，后来写不出来，我们就卡住了。然后我们中间已经死胎了两次，就是他那边有做一首歌，然后最后没有做。对，我这边也有一首歌，最后没有做。然后我们都已经讨论到一半，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像还可以更好。然后一直到《深渊》这首歌，是我们两个都觉得终于是对的歌，还有我觉得对的时间点、啊、印象很深刻。我是在健身房告诉你说，哎，真的，我现在有个 idea 了。然后我就播那个跟他讲一下我们大概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开始一直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拼图拼起来。这首歌的歌词，长话短说，因为我不要爆太多雷了。但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说的话，当你要跟怪兽战斗的时候，要不要小心变成那个怪兽？我只说到这，我觉得说太多就不美了。你们自己去透过那歌词跟 MV 去自己去解读，对吧？你要补充什么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说很棒啊。这首歌因为 MV 最后会发现一直在追的其实就是自己。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最像的地方跟不一样的地方？就我们两个人最像的地方。就是我的笑话是好笑的，对啊，这是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对对，最像的你说，我们觉得我们最像或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我们都喜欢摇滚，哦，太官方了，太无聊了。最不一样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对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但我觉得他比我更懂得享受生活。哇，他待会拍完 MV， 他要去钓鱼，然后他要去他的行程都会去露营。好、哦、对，我是、我没办法。走啊，等一下一起去啊！没办法，走了，已经撑一点船了。我不行。OK 了。不行，我不行。我老了，我老了，我老了。会晕船吗？会。哪一种感情的吗？感情不会啊，我不可能晕船啊！你看我跟零九这么的稳定，怎么可能晕船？不要再提了，你那天算了。如果五间情被绑架了，只能选择救一个人会救谁？有被绑在炸弹房的小赖，还有被绑在水池的韦静，还有被绑在充满穷房间的零九。那大家一定知道我的答案嘛？当然是先救小赖啊，也没有啦，当然是救零九吧，因为我觉得零九对那个蟑螂是太恐惧了，觉得他们求生。对对对，小赖是炸弹，假的啦，那炸弹假的啦，我应该不会真的炸吧？炸弹就红色、蓝色、绿色吧？你小赖很聪明，33%你就选一个嘛。对，然后小赖很聪明嘛，然后韦静刚学会冲浪，他不怕水。对，零九有虫啊，零九跟虫无解，所以救零九。我自己是安全的吗？我想说，我会先救自己。不要那么自私好吗？会救零九啊？不行，你只能从小赖跟我。我要救零九。为什么？我喜欢啊。下一题。深渊已经正式上线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努力刷一波，然后期待未来呢现场表演可以见到你们。谢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现场见。我们谁也别。